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伟老师。疫情期间，想必大家都在做好防疫了吧？在家做防疫的同时，是不是枯燥乏味？今天呢，我来教大家一支舞蹈，这个舞蹈非常有趣，它的名称叫做防疫舞蹈，让你在家不无聊。期望可以透过这首歌曲，然后来宣达正确的防疫观念。记得要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酒精擦拭，以及量体温，还要保持距离。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防疫小重点，期望呢，你们可以把这支舞蹈学起来，然后把它拍成一个作品，po上网络，让大家可以一起欣赏这一支这么好看、这么有趣、这么有意义的舞蹈。好，我们进行舞蹈教学喽。前面呢有八个八拍的间奏，在第八个八拍的五六七八的时候呢，重心放低，跳四下，右手挥，右脚踢 ，OK， 起走。嘿，完之后呢，接着就拍子了，好，起走，一、二，手表，三、四，然后不要推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时候左脚出去，右手拉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手画个大圆。down， down， 推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右脚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右手推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时候玩的时候呢，右脚踏出去的同时，手摸口罩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手枪，五、六、七。八，政府公告要记牢。接着呢，右脚踩出去，手跟着画，点就是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接着呢，右手摸着左边的肩膀，做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跳六的次数，手很简单，就是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就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接着呢，你的方向往左边去。左脚踢一下，双手推，保持距离。好，这时候左手就比个一，一点五 ，OK。好，这时候往你的右边去，起走，大家一起要防疫舞，可以吗？好，接着下一段舞蹈动作非常简单。好，重心往右边去，双手搓搓搓搓搓四下，肥皂洗手的概念。好，气。走，脚呢很简单，右脚不动，左脚动，哒哒哒哒。好，接着呢，酒精枪喷手，换边，酒精擦拭，勤洗手。好，拍子分别为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着呢，很简单，走出门的时候，双脚一起走，手跟着一起走，起走，走出门，戴口罩，不要。丢掉的往左边丢掉，好，这时候呢，你的左脚最臂部往左边去，双手比个加，因为生病要待在家，好，起走，丢掉完之后起走，三二三换边，五六七八完之后，左脚踩出去，右手挥，起走，不要三四，好，这时候两脚交叉，五六七。手交叉，八。这个时刻不得休息片刻，全台不能附和，大家上了一课，整夜不能入睡，就怕疫情侵略，来不及的防备，影响各行各业，口罩随时要戴好，酒精消毒不能少，政府公告要记牢，全台防疫要做好，体温测量要确实，减少外出的次数，保持距离 1.5， 一起来跳防疫舞，要用肥皂洗手，酒精擦拭双手，出门戴上口罩。
做好自主隔离，不要人口聚集，大家做好防疫。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舞蹈加运动，让你增强抵抗力，我们一起加油。